我明天会让你们母子平安的。一会儿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放轻松，千万不要说话。 二十二层。哎，等一下，胡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孩子的母亲在手术，到了哺乳时间，她需要立刻去育婴室。 怎么了？有什么疑问吗？等等，我陪你一起去。 Chi 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